天哪，他的五官好立体精致啊！这高挺的鼻梁我也有就好了。长了一张司马南的脸，却是个毒蛇。脸长这么好看，手应该也不错吧？干嘛？蚊子。画好了，你来看看吧。哎，又接触不良了。这个小哥哥还挺帅。这画是你做的？嗯。有什么要问的就问吧。让他换身衣服再来。啊？换衣服？你们这茶楼跟洗浴中心一样要换衣服的呀？不雅。什么？不雅？哎，不是你这个泡茶小哥怎么回事啊？来，出去说，出去说。你泡茶管我穿什么？这泡茶小哥有问题。来，这边。哎，钱要给的、哦。给我给。他自己穿的也没有多高级啊，只凭什么说我呀？好，消气。是你们叫我到这儿来谈生意的，不是我自己要来的。先别生气，这样，我找个人先带你出去买身衣服，这钱我出。你出？嗯，时间也算在资费里。也算。